估计再服几服药，明日这个时候就醒了。去看看。霍西公子中了那么深的毒，又经过那一番折腾，这么快就醒了，真是皮糙肉厚。你喝了两杯毒药，那便是两条命，20万斩金。你的医术还真是金贵啊。也可以换个办法来偿还，针刺玄机穴，便会有酸软麻痹之感。你这身子骨这么弱，面色有苍白的，就该晒晒太阳。你要学会控制这份恨意，用你的眼睛杀死所有依计你的人。你与那药师谷谷主薛子夜下棋，是否也让棋？明智已用，就算他现在来抢，也是徒劳。用在何处啊？自然是用在我妹妹的心上人身上了。你是不是用棋也明智，就这个以死之人了？你说什么？我是说，住口！出去！我可以出去，但你必须回答我的问题。给我出去！